1月23日，吴磊工作室分享了吴磊的一组照片，写道：继入住香港杜莎后，吴磊又正式入住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了，并成为首位拥有两尊蜡像的95后艺人。18岁的伊始收获第二尊蜡像，30弟弟表示是大家给予自己的最大肯定，感谢杜莎夫人蜡像馆记录下少年的18岁，愿少年永远意气风发。1999年出生的吴磊今年才18岁，2005年12月参演电视剧《封神榜之凤鸣岐山》，叫哪吒，从此踏入了演艺道路。吴磊已经出道13年了，吴磊身穿红色卫衣，非常喜庆，牛仔裤，青春活力十足。曾有人评价虎哥是19岁的逍遥哥哥，吴磊是少年版的逍遥弟弟。网友评论会越来越好，少年未来可期。两岁蜡像，吴磊磊磊超级优秀，最好的18岁啊！棒棒棒，为小哥哥疯狂打 call。 前不久，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宣布吴磊即将入住，并首度曝光吴磊蜡像两身照。照片中，吴磊健美星目，灿若星辰，举手投足间自带少年朝气，两身照仿若变成一幅幅鲜衣怒马少年的画像。